诸神黄昏已然开启，而你则是奥丁选定救世之人。自从远处山巅那道亮光出现后，世界便多了很多可怕的魔物。要成为奥丁承认的救世之人，你必须拿到那道山巅上的永恒之枪。只有通过圣器的考验，你才能得到他的认可，获得他的能力。啊，穿上它，你将拥有对抗奥丁的神力。不要试图靠近那道山巅，魔物会把你撕成碎片。十五件圣器是挽救黄昏的关键，你必须加快脚步。即便遇见死亡，也要继续前行。这就是你的选择。那些该死的魔物已开始向山巅聚集，请务必小心。别过去，年轻人，前面危险。真正的勇士应该得到最好的嘉奖。神的审判已然降临。真的无法避免。从古至今，诸神总是喜欢设置各种试炼，用于考验他们看好的信徒。
赶快上来，推背感十足，前进，前进！只有找到三块封印水晶，才能找到圣器。海巨人西摩正在找寻第二块水晶，尽快找到他。联盟加德正在复苏魔狼，你阻止得了吗？我想想，我把第二块水晶藏哪儿了？只要找到第三块水晶，我们就可以解封圣器。只有打败魔狼，你才能获得吞噬面具。
传说使用神妖的羽毛可以让你立即前往任何心念所想的地方。